手语演绎贵阳图，卫生纸请准备好。一生。
感恩你给双亲一生，感恩你谢谢我们所有手语贵阳图的演艺团队哦。刚才在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前排有一个人哭得很伤心，就是春南校长，其实我也是。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了，她已经在天上。所以所有我们在座所有的孩子，如果你的父母亲还在，你的爷爷奶奶还在，请你好好的珍惜。如果他们不在了，父母恩重难报，我们要怎么样来感谢报答我们的父母呢？就是用父母赐给我们的身体去做能够利益人群的事。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有一天会离开。您可以想想，如果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为我们来过？好可爱的孩子，谢谢你，谢谢叶童。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为我们有来过而有美好的改变？自爱是感恩，付出是报恩。在座所有的各位，你们都用你们的双手付出来报答我们的父母恩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